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我身边是为了什么，你永远也不可能取代月月。我还真没见过有些人明明可以拥有贵家，却只喜欢平替，真是山猪吃不惯细糠。这没意思的事，我告诉你，这份工作你能干就干，不能干就走。你去，你去做什么这些留言了？如今公司面临危机，如果公司倒了，我们就护不住身陷原因的小海了。也许把小海送走才是真的对他好。走吧。这份工作你能干就干，不能干就走。我辞职。我也辞职。人都怪我不该沉默时间。再没有资金注入的话，公司就彻底不行了。江氏的 CEO 同意和我们见面了。什么？走。小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江氏的 CEO 呢？现在好工作真的是太难找了，早知道就当初不那么冲动辞职了。我们之前的工作又累又没有个人时间，同事关系也复杂的像是宫心计，辞了也好。可是现在好工作真是太难找了，面试了这么多家，没有一家靠谱的。你看，是这个赶集直招。赶集直招上面都是真实企业直接招的好工作，还可以 VR 实景看公司。你看，我觉得这个江氏就不错。他们家环境看着好不错啊，那我们今天过去准备一下，明天就去面试他们家公司吧，加油。需要我念给你听吗？子晨，我们和小海之间有过节。陈总，你为我做的事我都已经知道了。陈总，查到了，豪臣现在陷入巨大丑闻，大股东现在都在抛售股权，他们总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把小海小姐送出去。陈总，我们要不要瞒着小海小姐趁虚而入？小海，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。陈总夫人救我，我帮你搞走了小海，你可不能过河拆桥啊。下去吧。看来月月才是小海和陈总之间最大的过节。我只是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我看你不是怀了个孩子，你是怀了个道德绑架。滚出去。但得到一个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，谁说不会呢？宣传期